人生就是一场遇见，遇见父母家人，遇见朋友知己，遇见善良的贵人，好的人给了回忆，坏的人给了经历。无论哪一种遇见，都值得珍惜和感恩，感恩所有的遇见，努力做到不负不怯。时间可以带走很多东西，但一定会留下最真的人、最善的心和最美好的记忆。生命的本真就是安安稳稳地过一生，没有比细碎的烟火日常更能打动人的了。小样的生活不过是一宿一更的安逸，一花一木的静好。时光缓慢，家人安好，有人与你共黄昏，有人问你粥可温，这样的寻常才是值得珍惜的不寻常。这个城市我们只是温柔的路过，认真的活着才是最好的样子。加油啊，我的朋友。